节要来咯。圣诞节对香港来说是很重要的日子，所以他们在香港就各个地方都会举办很多的圣诞摆饰和装饰啊。所以今天我就决定要带你去看看海港城。海港城每年都举办的超级漂亮，跟我一起去看吧，走。今年做的是熊熊的样子，超级可爱的。它都有这个装饰，然后还有这种剪影投影片。他们这次的主题是做熊熊的，好像是慈善的熊。捐款50块就可以获得游乐卡一张，还有圣诞熊贴纸一张，就可以抽奖哎。这个捐50块之后，就可以上去换一只熊，然后还有30款的熊，不知道是哪一款。到了，就是可以换这些熊，然后有很多款，有可能拿到大只，有可能拿到小只的。它的尺寸在这。想要大只的。那这种小只的怎么样？我看到了，我是小的。然后我很不幸的。我们10号是智慧，是小只的啊，是智慧，它每个代表都不一样，好小哦，哇，好单薄的衣服。竟然有北蓝猫，北蓝猫红到香港来了，超夸张的。超可爱的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吓一跳。吓一跳。这个鱼竟然也在这，不知道香港人知不知道北蓝猫？你们香港人知道白蓝猫吗？盖印章可以几点？换小礼物。啊，没水。这地毯是北蓝猫的，是地毯哦。它这边主题超级智障，全部都是名画，但全部都变成了白蓝猫本人。还有这个，超好笑，他们三个啦。
们这边也都有白赖猫的商品。有一个人很兴奋的拿着这一只，你要买是不是？我在想哎。可爱，给了这个超级可爱明信片，后面还有这个贴纸，超可爱的。所以好吃吗？好吃。他们现在都有很多的帐篷，可以给你拍照，好可爱的。这真的是只有香港才有的夜景。疫情关系都要预约才可以进去，我们没有预约就进不去了。